会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叫舅舅不要看电视，叫舅舅他会听。舅舅说不能看电视。他眼睛开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眼睛在看。他眼睛在看。那你跟舅舅说，眼睛看电视，眼睛会怎样？会坏掉。对。叫你舅舅不要看。好，我们来听音乐。看，舅舅有听到。